原来呢，赖市长跑到台北了，不过今天是台南市政总质询，所以市长赖清德又缺席，这让国民党的议员火冒三丈，还制作了这个一个个的人形立牌来假质询，讽刺的意味浓厚。针对阮地方人民所付托我的地方建设的需要，我做一个议员是属干督单的，今天我无中执询，中执询遐官员就要来给阮避询，不是讲要刁难。我所付托的选民送来到市府的建设是安拢老低调的，是安拢老枝叶公务。整个官员行的空荡荡，而台南市长赖清德以及市府团队再度缺席议会市政总质询，让排定质询的议员呢怒斥无法无天，还做了好几个人形立牌排排阵。立长李全教则指出呢，官员缺席没有请假，还是会请监察院来议处。